那你有可能复合吗？没有，为什么啊？就是不可能。李靖良道歉，呼冠求真清楚，不会复合。那现在那个有枕边人吗？有 A 吗？有人跟你滚床单吗？没有。问题好不好看？才开场，问题就这么辛辣。近期小珍前夫李靖良登胡瓜节目，坦言没能照顾好小珍，一直想跟胡瓜致歉。两人公开和解，小珍也曝真实心声。那你有可能复合吗？没有，为什么啊？就是不可能。没什么啦，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相处这么好了。他曾经跟你道歉过吗？当年这样也会说他年轻不懂事啊这种的、啊。然后我觉得反正过去就过去，没什么好争议的啊。不要往前看啊，就不要再联系了。现在小孩都大了。瓜哥对阿良的评价是？我没有问他哎、欸，没有跟他聊。父亲节早上吃饭没有跟他聊这一趴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们在聊我去国外打什么事情。